什么方法可以阻止视听自动帮我抓那个 Dota 2啊？一直在帮我自动下载，把它删掉就好了。删掉。一直下载高中电脑，好那个。你们有没有认识的人想要卖机车的啊？你要买机车啊？啊？Yes，买台二手的。我有认识的在卖摩托车二手的。还有坐飞机吗？啊？你朋友不是谁要买飞都卖战斗机的吗？机？谁要买飞机？你朋友不是都是卖战斗机，或是那个什么坦克车，或是那个什么拿刀，V52轰炸机吗？拿刀。对，网购啊，用手机网购啊。砖块都对带啊，走了。哦，砖块都带走了。战斗机网购就好，网购就好，网购就有了。什么坦克的，花一下手机他也送给你啊。也买台航空母舰好了。所以就只要把它放进去，然后解压缩就 OK 哦。J.K. 的朋友知道 V52轰炸机在天当做那个什么民间的使用的小飞机，那真的好像女的啊？什么？超像女的，干嘛的？你是我的角色吗？我觉得我的角色也长得很像女的，只是我平常都戴着头巾。我的角色确实是用女的。又是这个超级像 JK 的笑声的。JK 啊，多打啊。你还在用歌哦？他帮你弄了一天呢。对啊，找了一天呢。我被八八啊。八。还有什么歌想要我去找的？呵呵。也我要 V 加的歌。啊，有 V 加的。啊，重开也是。看你重开讲一下嘛。啊，怎样？大家直接被弹出去了。哦，你说飞船吗？哎、欸，我忘记了、欸。看来我要写信给十大帮，叫他把那个客户店跟师傅店分开了，不然好麻烦哦。真的很麻烦。哎、欸、，JK， 我这边小钻石有5008颗。嘿、啊，这数量是什么鬼了？5008颗啊，加油啊 ！OK 啊，你没看到我昨天拿那些矿，我已经升到 X 星球了。因为我发现那个材料做不出来。哎呦，冷气好冷。哇靠！什么天气？你开冷气？好冻啊！对呀、啊，什么天气还开冷气？去是不是连不上？
我连不上 T 区的。谁家给我家天花板上面粘了一个裤头啊，恶心死了！唯一的武器是三点钟方向的物品，可乐啊、哦，拿可乐打僵尸。我是卫生纸、欸。哦，卫生纸，卫生纸，我旁边有卫生纸。有没有透明帽啊？透明的小魔族是吗？不止透明帽，连那个什么，哎、欸，谁动过我的椅子？他怎么歪掉了？现在谁是队长啊？圣大队长 ，Sam 加加，你名字特别长啊，南加，厉害啊 ！JK 啊，还是建议一下把答案名字改好。不然很难辨识那首歌是什么，都要猜的。还有一些歌是重复的。我觉得洗白最让我不高兴，就是我的乐器都没了。真的。哇，阳光火狼好帅。我觉得，哎，装一个音乐模组就好了。一开始就有音乐就好了，呵呵。JK， 你坐这个椅子，这个椅子超贵耶。啊，什么椅子？而且你还不是放在正中间。什么椅子？那个、啊、插满剑的椅子。那是小野给我的。哦，原来是小野那张、哦。小野那张是我给他的。哦。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我在那边盖一个星球模型。然后上面有一个房子，然后小野走过来就说：“哎、欸，这个不是椅子啊！”然后就把它拆掉。可以，就是我昨天去找到一颗去月亮上面挖矿的那个剖面图。对，哎嗨嗨，取连不上。那应该找退局啊。我看是活着的啊。我打给 IPS 好了。考到这些星球上的好那个，那到他船上好那个，到谁船上好那个 ？JK 船上啊，因为这边有很多熔炉，我觉得熔炉超吃资源的，减少一些数量哈。我真的觉得熔炉超吃资源。我真的觉得你这个已经不像是飞船了，你这是要饭。西格玛，你就说天空之城呗、欸。我上面盖好就去盖下面。其他东西。哎呀，我的钛金属，我的钛金属，谁捡到我的钛金属？我刚看到它喷出来。哦，钛金属耶。Yeah，哎、欸，我满了。现在变成高等不要的。哥，你现在弹的那一首叫什么？哎、欸，进击的巨人下面那一首。不，进击的巨人。你乐团名称叫什么？可用哎、欸，改一二三好了。只剩你的声音了。哥，啊，你要把骨锤还有药吗？好啊，我现在需要一把高等的武器。哎 ，Q 的。把你的墙壁染色了 ，JK。啊，好的哦。
卖奖励两条红字。有血迹啊，有血迹。然后窗户边，窗户边白色的，是透明的，不是白色啦。不要乱染色啦。染色要经过别人同意。对，乱是不能随便染上你自己的颜色的，是不是？你接了我？谁叫我？你那边有必要的装备吗？我那边金色箱子里都是啊。啊？就传送点上面那四个金色箱子里面的东西都是可以拿的。那我就不客气。你们是用什么音乐包的？贝克音乐包。我没有啊。我昨天有把多新的音乐传给贝克，贝克再做一个新的音乐包。我现在 Oh my 给我一堆，我还不知道好是不是好的。我现在超多。不然你就把我昨天传给你的那个压缩档直接传给他们。昨天那压缩档我已经砍了。我先给旧的。我用那鼓槌了。你在谁的船上用鼓槌？你的船上。你他妈！我会帮你补回去的，你不用担心。你玩？什么计划？我第一次用鼓槌。你不准再来我船上了！你不准再来我船上了！你现在离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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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把东西丢下！现在离开！好，我先把东西丢下去。来，太夸张了，在别人船上的鼓槌，你已经被包了。不知道鼓槌爆开来啊！东西放下，你在那边用打鼓。哦，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是旧的那个我昨天的前天的音乐包。你们不要传来我船上好吗？耶、yeah, ，赶快过去，大家一起去看。东西我捡，我身上是空的，我可以帮你捡东西啊。不要越来越多人过来。白色会比较好看啊，有吗？好像没有。白白的一条。柱子改成白色了。为什么有一箱子不见了？坐在地上。我去做一把蓝色枪了。哦，你家还真舒适啊！欸，是这个吗？这个好像是解机器的。蓝色枪在哪里啊？杰洛，你房间太舒适了。呦，你太过分了！还好你不是在我的房间那边弄鼓槌，不然我就会，我真的可能会起笑。我要鼓槌两只啊！再等一下。你看，我已经房客为主了。杰洛。不要霸占我的床。太舒适，不想离开。为什么我的箱子里面会那么多冰块？我不知道啊，我看到你冰块有冰块就给它放进去啊。
我已经有四件衣服。哎、欸，不要拿骨团好吗？在太空船上禁止食，禁止拿骨锤。我已经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悲剧了。JK 太空弹，严禁使用骨锤。吹喇叭，有人在吹喇叭。对，来来来，不要动。啊啊！怎么那么多冰块跟雪啊？我身上怎么存那么多冰块跟雪？都是一千一千呢，超扯。头变粉红色，头变粉红色。谁可以音乐档没给我，怎么用啊？啊，我们贴了。阿西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赞赞。这些辅助叫人搞魔鬼。啊？什么？骨锤超，骨锤超可怕了啊！迪欧啊，你东西都放完了哦。嗯，要拿的都拿完了哦。我压完了，看。不要在我船上试武器好吗，这位大哥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把是点到的，点到的。你手上，你 L R 那边先把武器解掉， L R 那边不要放武器，你这样有点恐怖。我说真的，你不要拿着枪指着我好不好？哎、欸，这首歌很长，后面还有哎、欸，还有，还有，我还在弹呢。不三分钟而已吗？完了，我已经忘记最后一段丢哪里了。最后一段。那个 A S A S 什么鬼的里面有个 user， 超长的那种。Yeah, it's good music。我现在在这个游戏资料夹里面，可问题是我找不到 A A 什么 A S 什么鬼的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 A 开头的资料夹啊 ？S A 吧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不就是 A 啊 ？A S S 什么的 ？A S S 我没看到。嗯。把路径打给你。你都在船上种食物，我在船上种树嘞，给你看，给你看我的树。好久、哦。好 ，OK 了。应该这样子就没问题。也、欸、可以在我的船上赏樱花、啊。我在想在那边盖个凉亭，好。你看，好橘色，超酷了。这里有一个蝴蝶技能、欸，有人要吗？我靠，他现在路径怎么改成这边来了？就不知道。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在弹哪一种？等当当，有人在技能箱子里面放一个镭射的钻头。重开游戏。哦不不不。是招模组的。招模组就可以自己带。你现在怎样？打到这些家破坏这些船。耶、yeah! ！这些这已经不是船了，好吗？空中要塞，宇宙要塞。JK 太空站，宇宙战舰大和号。哎，这有版权的，不能乱讲。那就宇宙战舰 JK 号，耶、yeah ！不逼我，那改成说宇宙战舰 JK 的大号。不要逼我出手狠狠的。宇宙战舰 JK 张张号。
鬼三连发。这个你乐团叫什么？一二三，在演奏 Final Fantasy。我听不到声音。啊，我要盖个演奏厅。不先演奏厅啊，盖在屋顶。好小耳朵，好尖锐。有人点错歌了吧？唱哪首歌我真的不知道。Final Fantasy。全部重来，全部重来。这怎么听的？乐团啊，换乐团，换乐团，换乐团。我根本不知道你们哪首歌。Final Fantasy 啊。哪一首？你可以开吗？找一首啊，找一首歌。Final Fantasy I Final， 然后后面 PS 显示出来。三零。嗨。可以开分台吗？好，我开分台。因为曲不是为什么连不上，他没有工作。等我一下，你就直接连不上。好，我看。不用键盘啊，键盘根本听不出来。键盘啊，那键盘要配那个很吵的鼓。那个档案呢？是什么？是那个音乐档案呢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风小孩。等下乐团风小孩几号啦？是那个啊，我想看。321，321，弹哪一首？弹哪一首？下等一下，我要看。哎、欸，我们弹 GTA 的那个好不好？弹 GTA 那个吗？那个要很多乐器、欸，那个要超多人的。那个少乐器就听不出来了。哪一首啊？你们在弹哪一首？我根本不知道你们猜哪一首啊？那个 Final Fantasy III Final 的什么鬼？后面字看不到，被挡住了。那个，找到了。我没有你们那首歌哎。Dream， 再次 Dream 吗 ？Far Dream。别装啊，小野。JK 不是有丢那个？我还刚进的 RC，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哪。对啊 ，Dream 最后用演讲。音乐包，昨天的、前天的音乐包。我音乐快快的，我算是。越来越妙，哎，啊，歌就一直好。这个你们看我贴的那个，看你们要不要抓这个，然后我们来合作。这一组超，他们那个合作弄超帅。这个安装之后还要关掉游戏哦。对，游戏要重开。我居然没有接收到邀请。感觉出去连连飞机都不行。哦 ，bravo！这可以有哪一首不行的话跟我讲，我去。还有烟火，还有烟火。可是我刚放两首歌，完全都听不出来是什么东西。你那个 digital 怎么说？那后面怎么？哇，那我想让 JK 传越来越累了。
等下我去拿别的。拿什么乐器啊？别的乐器。耶、yeah, ，我的人物档没了，我这死成这个乐器。我人物档也不见了。嘿、欸、嘿。你的麦克风在我手上 ，JK。丹丹。拿去还你。你放那个机，放那个铁，那个，不是那个那个墙壁上那个。哦，对，你有进去。你怎么讲？主控主箱子，我在想把它打掉，那个里面东西还会不会在？好可怕！不要乱打，不要把它打掉。啊，我去盖房子。是不是那个？噔噔。有啊，啊！我去你家借乐器一下哈。OK OK。为什么我没看到你 ID 啊？干，你跟我是 KILL 啊？bug 了，等一下，那等一下，我刚好要装音乐重开一下游戏。哎，要怎么合作？那个乐团要同样。啊，加入乐团之后就 OK 了。可以随时加入。你只要有人在演奏，你有没有手风琴蓝色那一只啊？你说我吗？没啊。有啊有啊。手风琴蓝色那一只，我喜欢那一只声音。JK， 你接受了吗 ？Hello。我在演奏。J K 先接受一下，你接受一下之后把这个传给大家。你刚那个网址网页那一个吗？对，哦哦，他这个好猛。你说上面那个 A B C 的吗 ？A B C 是 download。对，但是他离那个 download 之后，他下面那个乐曲那个怎么讲？他就只有 bass drum， 他没有那个他主要的那个。音乐名称，所以我后来哎，弹别走了，不要过来了，好吵。所以我自己有弄一个压缩档传给 JK。那个红茶，你要来我船舱拿了。有，我还没盖好、啊，我下面要盖黑科技。哦、我要盖在上面。我看你还是 KIL 的哦。好了，拿过去给你。你帮我拿那只手风琴，蓝色那一只。蓝色的 OK。Music Box。奇怪的音乐，给你不用的那些歌清场掉，不然太多歌找不到。有时候、哦、我不知道哪一些有没有啊，我看两个不行啊。红乐团加了之后嘞，看你的音乐包好多都你那是没有播过哎、欸。我刚刚拿了包包包里面，结果我回去传太空船上一看，奇怪，还在那个仓库里面。不同颜色手风琴有什么差吗？谁来弹啊？我在楼上。我弹我刚刚装的那个。你们在弹什么？谁用肚子在那边叫叫叫的那个声音来配伴奏啦？笑。你呀、啊，都是我。这个 Dragon Force 它要一个 bass， 一个鼓，然后一个两个吉他，然后一个那个一个小提琴，然后一个麦克风。哎、欸，那我下载下来，它里面有六个音乐，是哪个音乐档啊？六个都是，它分成六个不同的部分。那要怎么用啊？同时大家弄。我不知道，我看他们影片中好像是可以，就是乐团名称一样，然后播不同首歌。现在你在播哪一首啊 ？Mission。我怎么会把电吉他不见了？他们是借别人的。
你 Mish， 然后乐团名称是什么？大写 JK 结束了。哦，你说我把另外把电吉他借给谁？我没有拿。快快，分乐器好吵！忘了拿小提琴。谁在肚子饿啊？好吵！啊，不对，你们还没装。知道哎，谁 啊？算了。啊，是我。好，第五个音乐包出来了，噔噔。你有把我刚刚传给你的那个也放进去吗？有。哦，我今天看那影片，哦，他们那个超合动那个超猛，哎呦，整个就超有气势，超帅的。啊，赶工，我要去赶工，拿着汉堡上工喽，上工喽。我们那边已经有麦克风了，对不对？我在想，已经有麦克风，我在想是不是光源的关系变成那么lag。重开。那我也要重开了。Sen 表示要就赶快弄好了，一直加很烦的，对不对 ，Sen？ 你知道就好。灯减少，有我灯差很少啊，是有人差了一堆那个探照灯的，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哎、欸，我都装在厕所那边而已耶。打算去 JK 那边集合，我乐器都带好了，等一下跟我借就好了。等一下，我要弄一下灯。六个乐器，那还没办法，碰到怪物还是瞬间被蒸发掉。对啊，这边超夸张了，这边有强迫症。只敢进行地下采业，要采矿了。要弹哪一首呢？就 Dragon Force 的那一首，欸、然后我过来这边拿乐器。我想先知道一下那个英文是什么，你等下给我，我看我听不太懂你说吗？哎、欸，那个黑色矿到底是要什么东西加碳的、啊？我打了 Dragon Force， 黑色的矿用那红色的矿，红色矿。哦，然后也还是要加碳，对不对？对，嗯，对，碳是什么？你要什么乐器？然后后面是 BOSS 那个吗？对 ，BSS 还是 BOSS？BSS 的话，那个是弹 bass 用的，我把 bass 借你。那我要哪一个、啊？那你们要哪一个啊？你们自己分一下吧，我是随便、啊。还有一个麦克风的，你可以选麦克风的。我没有麦克风，麦克风还给、啊、那个。哦，那你就 base 吧。哎、欸，我拿到 base 哎、欸，那我就弹 base。啊，1500。好，我已经先借你了。那
楼上。刚刚跑到二楼的那个是谁 ？JK， 你要哪个乐器？我我有我的麦克风嘞。你要麦克风吗？那你就麦克风吧。我的麦克风嘞。你放在我放回去那个啦。箱子，好。哎呀，我去拿。可是我要我就算弹贝斯好了，我现在我们那个乐团名称叫什么？那等一下再想，等一下吧，等一下，先。听说楼上有台子，我去楼上。JK喜内乐团。小野。啊。不要看我，我没有装那个音乐包。哦，好吧，那你可以走开了。好，没有看。我又丢一个最新的音乐包了。啊，留装了。干嘛这样？这游戏一大乐趣就是玩音乐。想睡觉了。OK。啊。你把我的音乐试了多少首？两首而已。打两首。谁跟杨泉啊？你在这个樱花下弹不是更好？对啊，我们这四五器里面是啊。现在这个四五器里面刚好六个人。啊，台子在这里啦，台子在这里啦，有没有看到？下面。我下楼，下楼。走，下去。有人喊价，现在没人鸟他。谁啊？乐包里面，乐包我是神手吗？哦，这里好不好看？我宁可去上面约那个花下吗？我觉得要放三盏灯。我觉得我上一次搭的那个超棒的，还有斯巴莱的效果。等，还有旋转灯光效果。下好了，这边太暗了。还有没做效果？这边没有人。Gil， 你要用什么乐器 ？Gil 又不讲话。可以啊。哦，耿用那个，耿，你是用你拿 leader guitar 的话，那你就是弹 R 的部分。然后我这一把是弹 L 的部分。那 NQ 你就拿小提琴吧。他怕效果。不对，还差一个鼓哎，还有一个没，还有一个鼓手，鼓手还没来。那鼓手还没来。键盘手，鼓手跳板，没有，这首不用键盘。哪一首啊？详细希望。Dragon 的那一首。他后面有一个 L guitar， 一个 R guitar。你是弹 R guitar 的，我是弹 L guitar。所以是什么 ？Dragon Fossil。啊，我是哪一个？没有看到麦克啊，有一个 VOCAL vocal 好 violin 是小提琴哦，乐团名称对小提琴，乐团名称 JK 大写 A 啊，大写什么？大写 JK 刚用过了，怕坏掉，大写 A 一个大写 A， 就一个字母而已，大写 A 对，大写 A 乐团三。还少一个鼓啦，谁要来当鼓手？假野装一装过来啦。对啦，这首歌要装，要有鼓手才好好玩。这首歌就要凑六个。好不早，不二气抽人数是怎样？缺一卡，缺一卡，还是奶铃有撞？还是 TU 要撞？ TU 有撞吗？还是 Sen 有撞？还在挖矿。B
不要挖了，赶快过来呀、啊！有装就赶快过来。闹哎、欸，靠！不要哎、欸，你啊？什么？地下祭坛哎、欸？青蛙的地下祭坛。哦，买炸弹。买炸弹没有用，我们有更可怕的东西。伺服器里面这么多人，就有连六个都凑不到。哥，你现在谈哪一个？OK 啊，要开始就开始啊。等一下哦。要求跟不行，不行，这一首歌要有鼓，但没有鼓会少一个声音。有长翅膀的车子，快哦，吹哟！装完之后要重开游戏，对，那是晚点再装好。干嘛这样？不是因为我在挖矿这边很多钻石跟那个红色矿，不挖可惜。现在要开始还是干嘛？开始了。怎么开始也没讲一下？那等下再重来吧。重来了，重来了。那个梗。更，我刚刚搞错了，你要弹 L 的，然后我是弹 R 的。那乐团要改名称了吧？大写 B。哎、欸，我还没讲。大写 B 乐团。更，你要弹 L 哦。R 的上面一个，然后你先开始。然后大家就都按啦、啊，大家一弹就大家都按。我好忙。突然发现我手动好快。哎，我没唱歌啊。后场等一下，你怎么停了？对，诅咒吉他不能停啊！怎么没了？是有换到吗？如果你点下去还是没声音的话，那就先就这样放。可能是刚好这一段没有部分。
你都没有弹呢、欸？有啊，试一次。我怎么听不到你的声音？夜场坏掉了吧？夜场挂了。你现在弹哪一首？不知道。没有，我在查我适合哪一个。这两 bass 已经有三个人了。红茶，你现在拿那个是 music box 啊，就是那个音乐盒的。就是以前小时候要转发条的那种的那种音那个音乐盒的声音，等下乐团就大写 C 吧。好，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开游戏时间。改好乐团之后先不要弹哦，不然它很容易失效。好，等我吧，音乐下载好了。改乐团名称大。再打一次字，再打一个字。等下乐团名称大起息吗？对。JK 在上面。我在下面。JK 的下面。Zen 我是直接去找你的。对啊，来 JK 的船上。然后我们在樱花区。在三楼。我们在 JK 的下面。哎、欸，不要偷看我的胖子 ！Don't look my 胖子。好恶心啊！听不见瑞。拿刀。我爱把酒。不要在那边玩泡泡枪啊！我的。哎 ，TU。TU 过来捡，过来拿鼓。哎、欸，我靠。然后找一个 DRAGON， DRAGONFORCEDRUMS， 你是弹那个，然后乐团名称大写 C， 有找到吗？哦，是FORCEDRUMS 哦。对对，你是那个，然后乐团名称大写 C。好 ，OK。然后梗先开始，然后我们梗一开始之后，我们大家就跟着按下去。开始。你没有按。你要开始唱，我要从上面下来，登场有没有？
我觉得我鼓拿错了。声音都超级诡异的，算了。他鼓的打可能品质用的不太好。我可以对釜山开枪吗？不行。没有。如果你在这个存在，然后把，然后什么？把你踢掉队伍，你还在存？你不要，你现在先不要死好不好？我问你现在可以啊？我不知道，你试过。那我刚才你离开队伍的时候有在船上吗？有啊。那又怎样？好像没有怎样。不好啊，小提琴手一直在浪费。他们主唱不见了，没有主唱的份。
场。一直是那种要结束不结束的，还说已经结束的，只是我们没有发现而已。没有，结束了就停了。结束了，Finally， 我总觉得跟影片中不太一样。音效，啾。打我没有那种声光效果很棒的枪。啾啾啾，我要那个枪。阿古锤起来带掉。哎！把你丢下去哦！来拆城堡啦！我去盖楼上，我去盖楼上。啊！乐器还我，差点就忘了，我没有给你拿。再见，拜拜。这只我想 A 走了，这只。好吧，好吧是怎样？那我要电吉他。给你们的话，就是我自己要再花时间去找而已啊。洗白星球之后再拿。洗白白，把星球洗白再拿而已啊。没有喜欢这个声音的。我最喜欢的是钢琴啊。钢琴很不赖哟。你要哪一把电吉他？还有、哦。哎、欸，对，你的电吉他，电吉他你，我贝斯，我只要跟你拿这个就好。对对对对。杰克，你要哪一把电吉他？我不知道有什么分呢、欸。诅咒还是？啊？他在哪？音色不一样，有一个是主奏吉他，主要节奏吉他，一个是 overdrive guitar。哎 ，JK， 啊，干嘛？我们来裸奔。你可以你裸就好了吗？我在旁边看。我已经脱掉上衣，脱掉裤子。谁？我、啊。没图没真相嘞，也有图是改图嘞。迪恩喝那个药酒喝到疯了、啊。喝什么药酒？我没有疯，我没有醉。JK， 干嘛？我现在测试主奏吉他的音色给你看。我才没有做。都80%都是说自己没醉。原来你说那一千补血针，该不会就是？刚刚那个红茶那边讲的那个，我那怎么看得到补血那种补血的？这组做好，你换另外一个。我自己都没有那补血的，怎么会有？那是 overdrive 吉他，是一千个补血针，有那个红色那个针啊。我那边有一千个补血的，怎么可能？不是，我不是说那个，这种我叫赛。我送奶宁，我给奶宁一千个针。哦，我想着奇怪，我没有那么多针，怎么会有？你要哪一个 ？Overdrive 感觉。在想是不是就是你不久前说的那种？等一下，好多声音哦。JK，你刚刚说什么 ？Overdrive。Overdrive。耶，那好。我丢了。Thank you。现在要非常小心，不要被怪物碰到，痛得死。
你知道吗？Oh my! EVA 坏掉了。很好 ，EVA 坏掉。我这边只有16根而已啊。16根。有没有啊？加上一，加上船上要100根有啊。我这针不是可以买吗？是的，可以啊。如果有人有找到的话，就跟我讲一下，我也是在哪，要不然我飞过去。你说买真的 NPC 哦？对啊。他们不是放在那个村庄有那个 NPC 吗？有啊，我现在看了。等一下，还在想办法挖10000颗钻。我现在是想要尽量挖多一点碳跟那个，跟红色矿，还有绿色矿。红色你耶，还有舞台效果。我有烧700多的那个已经砖块。靠，跟我们几个好吗？你拿去啊。听不到你的音乐啊？什么？听不到我的吗？听不到你的音乐？真假？对，没有听到我这音乐吗？有。钻石跟黄金先不要拿去好了。你有开乐团吗？没有。我觉得 Portal 的音乐都很好听耶。好听啊。那你有用乐团吗？没有，一起来吧！等一下，乐团大写 D。When you gone, let's party。对，有人没有对到。我正在 JK 船底下挖矿中。为什么你对不到？大写D。后来 counting you, I counting on you。呀，D。喇叭一点都不合这首，还是没对到，根本没对到。别来了，重来。不然改成一好了，等一下，一个一个来，改成一，真的刚刚没有对到，刚真的没对到。叫做 W A N T。When you go out, when you go out, G O N E。大写一，我先跑。很好，没有，为什么？没有什么。我没有听到 NKO 的声音，我也没有听到。你有听到我声音吗 ？No， 我也没听到我的声音，坏掉了。所以你没听到我的声音？没有，我现在什么谁都没听到，我连我自己的都没听到，坏掉了。啊，赶工。哎、欸，我有听到谁？那个梗的。哎、欸，你是 NQ， 你在拉哪一手啊？我忘记黑石砖放哪，我去找一下。新手星下面一堆啊。我找到。新手星里面一堆。然后我这边盖一半，我这边拿就好。上去赶工，拜拜。
NQ 又在染色哦 ，OK 哦，该切腹了哦。同手啦，好的好的，您走开啦。你还有红矿吗？如果你不要的红矿都可以塞给我，没关系。没有，现在在 JK 底下那个星球挖矿，所以我说你想要红矿的话，我看到红矿特地帮你挖。我的新的蓝图是锁着的状态。没错，错觉还是绿色矿真的很少。绿色矿哪种绿色矿？就是那个做装备，不是那个釉。釉？不是釉哦，是另外一种绿色矿。你是缺釉还是缺哪种矿？啊，应该是不用啊。你缺的话就跟我讲，就帮你找矿，就这样子。那个淡绿色的矿，那好像要六七级左右才有。那我去找。那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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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反正我这边应该是够了。我因为 JK 说要高价位的矿，所以我现在一直都在十级的地方挖。好啦好啦，不用那么累啦，来玩啦，随便的啦。Hello Hello， 有听到红茶？因为我能帮你的时间没那么多，就不用帮了，就是就玩就好啦。像刚玩乐器就可以一起来玩啦、
我知道啊，乐器我去玩啊，可是我是说，我顶多到初五而已啊。破损的木之配才是。我把我华硕的东西都换掉，我就没电脑都没问题，很顺。咦，天本英啊，没了。J.K. 你这个船下面这颗星球到底是什么星球？怎么会有岩浆？岩浆？没啊。那岩浆？表面就有岩浆嘞。哦，是有那个，那是有实验室，然后我把它挖破了。不是，我说你那船底下的星球。我不是停在月球吗？还是我又换了？我忘记了。你是月球啊？月球吗？是不是月球？那我怎么还可以呼吸？那就不是啦。哎，我忘记了，我昨天后来跑到哪里去了？小红草，我可以去那边拿一点那个煤炭吗？你先拿去啊。好。太多。没有听到那个玩键盘的，没有听到。没听到 NQ 的哦。为什么不会顿顿的感觉？为什么好多种不同音乐同时在演奏？太好了，弹不出来。有谁的船听得清楚信吗？我。
JK 已经7小时没睡了。有，我中午有睡一个半小时吧。你中午可睡一个半小时，不会太强了。有四箱电台，那就不用挖啦。感谢各位的合作，耶、yeah ！在打。OK。啊？什么？这个认不认出来？什么？这个认不认得出来？这首歌吗？听不太出来。这首也是啊。电的吗？可能。那是玩马里奥吗？噔噔，哎呀！这 BGM 配的不错。
耶、yeah, ，有奖了！嘟嘟嘟嘟！千本樱是哪一首啊？什么 Sakuki 之类的 ？Sakura 什么的吗？哦 ，SEMBN Sakura。晚安。JK 的手在抖吗？为什么新手是在士兵在打我？你不爽啊？我什么事都没做，只是在那边买东西而已，然后就摸。啊，虽然说我现在你付假钱，全部都是哥，你付假钱，全部都。啊，虽然说现在全部把全部都让哥 miss 掉，我觉得蛮酷的，一打都 miss。彩华不能弹诶，彩华，彩华不能吗？会动就会顿，你听听看。画面没了，因为有声音。有些音好像听起来怪怪，所以拉掉了，所以进楼下来的就它可能太小，变成中间有一段是没有音乐的感觉。这两颗是偷渡客哦，这两颗是偷渡客，他这是脑袋，对啊，好恶哦，脑袋砍掉。一直被打高的，我好想去。妈的，是真的 A 我 ，A 你 A 谁呢？
跟说一出手应该就可以直接把他们秒掉，不然算了。我是和平主义者。是这个，这个才对。等你要把新手出看一下，超酷的，一大群士兵在对我开弩弓。你又要来看吗？来放 BGM 给我听。哇，各种 miss。有创意消失耶。